15位香港小姐候选佳丽呢日就嚟到澳门影泳装相，要着住泳装面对咁多传媒，佳丽妹妹会觉得紧张啊？就是来之前特别紧张，从来没有试过，就是穿泳衣啊，面向媒体、面向大家，非常紧张的。对，自己比较保守啊，所以一直其实都是穿一件的泳衣。现在呢，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穿这种泳衣的，所以啊，之前非常的怕，还有紧张，是过去了，然后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挺开心的。为了以最佳状态示人，各位都落了不少苦功噶。好嚴厲，成個禮拜都冇食過飯，咁但係有食麵包嘅，係啦，咁同埋嗰個食量要控制咯，即係食少啲咯，有刻意。咁我逢親知道自己要著泳衣咧，我都係通常朝頭早我都唔係好食嘢嘅，因為驚個胃腩會突出嚟，所以唔食嘢咧就最安全啦。而家就好肚餓啦，係啊係啊，咁叫啦。